其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最大的翻开《大般涅槃经》经本第625页我们今天从625页经文第11行中下段，善男子，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我们今天从善男子的善字起，请看625页经文第11行的中下段，善男子的善字起。善男子，譬如有王告一大臣，如牵一象以示盲者，尔时大臣受王赐予，多及众盲以象视之，时彼众盲各以所处，大臣既还而白王言，臣已视尽。尔时大王既唤众盲各个问言，如见象耶？众盲各言：我已得见。王言：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言：象形如如浮根。其触耳者言：象如其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角者言：象如木臼。其触及者言：象如床。其触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神。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象体，也非不说。若是众象悉非象者，离世之外更无别相。善男子，王亦如来正遍知也。成立方等大涅槃经，象欲佛性，盲亦一切无名众生。是知众生闻佛说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为故是色虽灭，次第相续，是故获得如来无如来三十二相如来色常。如来色则常不断故，是故说色名为佛性。譬如真经直虽千遍，色常不异，或时作串作岔作盘，然你房色出无改意，众生佛性亦复如是，直虽无常而色是常，亦是故说色为佛性。我们继续前面，佛陀为狮子和菩萨及大众说明佛性，说明众生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乃至一禅体也有佛性。只要他舍弃一禅体的名，怎么舍弃一禅体名？
发起一念善心啊，然后就不提升，就把一禅体的名舍掉了，他也可以成佛啊。那为什么众生都有佛性呢？这众生不止人啊，十二类生都有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有本心啊，本来的心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啊，我们称它为妄心。为什么？它没有真正的体啊，它真正的体就是你本来的心啊。只是你本来的心现在在生灭啊，生灭相续变成树浪啊，种子起现行，现行种子，这个种子我们的无明习气啊，我们的根本无明，见识知末无明，见识无明，还有着空着清净则喜乐，则五欲六尘，造作诸业的这种习气的生灭相啊，这变成了我们的四浪。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四浪心叫妄呢？因为它没有体啊，它的体就是本心啊，就是本心，你本有的心啊。就好像海浪没有真正的海浪的体啊，它的体是海水啊。那海水为什么变成海浪？因为风把它吹出来的啊。那我们是攀缘的力量啊，造作的业力的力量把它变成了四浪啊。所以只要你了解万法皆空，放下万缘的风平浪静，本心都现前了。那是众生成佛了，本心现前，本心就是佛性啊。那我们的本心啊，它是个觉性啊。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个觉性啊，它具足万法，能生万法，理具三十法界三千诸法，也四照十法界三千诸法。所以啊，具足万法，能生万法，本质具足，能生万法呀。啊，所以它是活的，它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呐，它是觉呀。但这个觉，它空有即前呐，啊。它不着空也不着有啊，空有即前啊，这个中真空没有有啊，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你根本找不到啊，它只是作用，它只是觉啊，但是它是活的啊，它具足万法，能生万法呀啊。所以啊，如果你是一念不觉心动，有了根本无明啊，你根本无明虽破没有断尽以前，这个觉性它的震动相，它就给你幻现佛法界出来了，佛法界的十报庄严图就现出来了。这法身大师十报庄严图就是震动相，觉性震动还不是四浪哦，它还没有产生三细相的四浪。那如果你是不觉心动以后，又接着有知末无明了，能见相、所见相、无明业相，它就给你幻现出十报方便有一图，全教菩萨的方便有一图，修空假中的方便，乃至于声闻缘觉的偏正涅槃的境界，那给你现这个境界出来了，他整个都他幻现的，那是他知末无明，他有根本无明了，知末无明变这个境界出来了，啊，因为声闻缘觉菩萨他们都断了见识二惑的，那如果你有根本无明，又有知末无明，你有见识二惑呢，哎。又有着空，有清净，有着喜乐，啊，有着五欲六尘，还加造做这种种善恶之业，它就给你变成了六道法界。当然，这六道包括天法界，天有一界天、色界天、无色界，那个着空的无色界天呐，啊，那个变出这样的世界出来了。那我们人间是做了欲界啊。还好我们懂得十五界修中品善，嘿，那个业力一衰因缘这么升到我们人间法界来了啊。那如果你是造三恶，就给你变成三恶道出来了，这就六道轮回了。那当我们接念的本心，所以我的为什么叫做万法唯心造，当的本心依于这根本无明，自末无明，见思后着空着清净啊，哎，着禅定的喜乐，着五欲六尘，加上种种业，在本心幻现这十法界三千诸法，这个境界是个幻境。因为我们这本心是活的，它是个大幻师啊，
那个换出来的，哦，换出这十法界三千处啊，每一个法界都随着，哎，每个法界随着它的缘起变成十法界之法，那给你换现这十法界之法换现出来了。这幻现诸法，刚幻现里面分析这所幻现的十法界的诸法的材料，就是地水火风空四，因为根其实也是属于四大嘛，所以地水火风空四，密教就讲六大，四就是你的四性，还有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职能啊，空也是啊，所以这时候才有虚空啊，这虚空也是它变出来的、啊，你知道啊？我们这个觉呢，觉可以舍虚空，虚空不能舍觉啊。它只是觉性，觉性的、啊，就好像我们第六识，你的虚空不能舍六识啊。但你的第六识独头意识的时候，第六识只是分别识啊。但是你自有所思，夜有所梦，你那个第六识做出那个梦境，可以做出好大的虚空，做出了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悠然宇宙，哇，这个六识会变那么大，对不对？那你六识只是分别而已啊。我们那个觉也是它，还不在内外中间，它只是觉。倔强而已，一个倔，但他是活的，他具足万法，能生万法。但我刚才跟了大家所说的，有那么多的这个根本无明、见思无明啊，芝麻无明，还见思惑啊，还有着空啊，着清净、着清净啊，着禅定的喜乐，着无欲六尘，还有造作种种业，他幻现着十法界三千诸法的时候啊，对他来讲是个幻境，因为他是大幻师。对这念心性来讲，就好像我们。晚霞所看的那个夜景，那个幻境，它是整个都是幻境、啊、所以当诸佛出来，这个正一真法界，它那里面这十法就知道他一念心，所以叫做常寂光土，身土不二，整个境界就是他自己的身，呵呵身土不二啊，这十法界三者，就他一念心体中身土不二，也就像平静的水面，它的倒影，那个倒影就是水影不二。就一样，但是这样的幻境不是真的。佛看了这些的，因为我们自信，具足万法，所以在这个佛当他常寂光土身土不二的时候，整个境界他自己呀、啊。所以如来法身就是整个宇宙浩瀚的十法界的如来法身呐、啊，因为他是觉变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这十法界是如来法身，如来法身就觉性嘛。但觉性是这个活体，他已经异于我刚才所讲那些。无明习气变成十法界之法，就是浩瀚的十法界之法变成如来一个身，所以你要见如来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见如来不是那么难、啊、你要看这些相啊，前相即性、啊、他就是觉性，你就见到如来、啊、看到这觉性变出来这些出来，所以这觉性变出来相，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地水火风空根是，都是他变出来的东西啊，进法界就是他变出来的东西啊。而我们觉性啊，他离于空有二相，离于空也离于有，他的觉，他没有住处啊，那他没有说他一个觉，但是他现在已经变成十法界三千诸法，他的觉性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你的作用啊，见闻觉知修常觉知，所以你悟了，每一法都是见性的、啊，没有一法不是见性，随念一法都见，离不开他嘛，没有办法离开他的嘛，你怎么会离个他？但是问题我们现在就是住相，所以它显不出来啊，但你不能住啊，所以为什么前面佛陀讲啊，不能说众生心住佛性啊，只能说众生不离佛性，因为你不离本心嘛，你从本心升起的数量不能住啊，因为觉性你一住它就糟糕了，你一住它就一念不觉生三气，千秋人长六处，一住就糟糕了，所以一住相生心就变成究法界的有情了、啊、你知道有情啊，菩萨只是住出世间法呀，啊，声闻缘觉菩萨就住出世间法，一个住，啊，苦空无常无我无漏，有一个住空假中啊，要住出世间。我们是住世间法空啊，啊，清净喜乐啊，我们无欲六尘住了，就一住就糟糕了。所以你要无住的时候，哎，佛性你就看到了。这不能讲众生身中住佛性。不能这样讲，因为他本来就是无住，他离于空有，你怎么住？但是我们一想到之中，所以他也离于常与无常啊，因为我们知道无常，所以讲常啊，他也本身都离，他只是一个觉性，但他具足万法，能生万法，他是活的，那活性呢、啊？宇宙是他变出来的、啊，他也没有大小啊，他只是觉啊，但是幻现出来的幻境是这么大，
那换见这司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每一个法界看到那一个法界的缘起。我们人间看到我们人间法界的缘起，哦，星球怎么爆炸，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再变成冷却的，变成地球，植物长出来，人类怎么来的？我们看到人间的缘起，天界他看到天界的缘起，他看到哎呀，这个那个天上的香水海是怎么样，须弥山是怎么形成，他看到他的缘起啊，轨道看到轨道的缘起，天道看到天道的缘起，各道看到各道的缘起啊。所以看到缘起，各个都看得不一样。我们看到的水是水，天人看到的水是变成琉璃的缘起，对不对？啊，那个鱼虾看到是他们生活的地方的缘起，还有的轨道看到龙血的缘起啊，地狱看到猛火的缘起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界的法界不一样，看的都不一样。这随着它各一个缘起，但它当体就是真如，如来藏妙真如性。它体性就是佛性，就是你的本性变出来。那本性变现司法界，生现司法。那本性是绝啊，不能住啊。一住你就变成心力师了。你不住啊，不住空，不住有，不住也不住，真正直下而起，还不能有个不住的东西在，因为你住才讲不住啊。当你真，它本来就不住的东西，要恢复它本来啊。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讲，心如虚空，不住空相；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那才真正的无住。到这个时候，你直下而起，那念心你就见到了，所有的作用都是佛性。但因为你真的无住了，所以这无住的真心，它一样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再因为他心豁然荡过，他不会住啊，他的心就像镜子，无来无现，暗来暗现。我问你，他贪嗔痴怎么生出来？住才会生贪嗔出啊！你要知道，他不住的话，他生不出来，就像镜子啊，忽来忽现，他根本不会生贪嗔痴，一住就麻烦了。我们照相机的一住了，这模糊了，前面影像、后面影像一重叠都模糊了，不住啊，所以念念无住啊。所以为什么我举恒忍大师？啊，他告诉神秀大师所说的菩提之心的言下四字本心不生不灭，他永远都是这样寂而照，照而寂，像镜子啊。这个觉性他从来就没有生灭过，生灭是你攀缘他才起了生灭，有了变化了，有了苦乐忧喜舍种种就是变化，他的本来就不生不灭啊。啊，言下四本不生不灭啊，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自啊。任何时候你跟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一接触就明白，了了常知故，但绝对挂不住，连挂不住的感觉都没有啊！你挂不住的感觉有了，还是挂住了，因为挂住都没有，它自然，它的法性就是这样的，所以正法行，它本来就是不住啊。那忽来忽现，看的是啊，但它不是忘掉，它当然知道，它变成它的智慧的大圆镜智，它化成了大圆镜智，它的看到的东西都化成了大圆镜智，但他不住啊，不会住这个相啊，空有就不住啊，所以变成般若啊。所以为什么般若叫即相离相，即空即假即中啊，般若啊，那通通变成不住啦。啊，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荡荡心无着啊，急急断见闻，荡荡心无着。当你接触到了，不要再把它吸进来，放下它。所以我们凡夫的心啊，对镜就像照相机去舍镜头啊，都把它舍进来，都住了。有了住，意界就变成我们意界，是生烦恼。你住了一定会有得失嘛，一定会有这厉害得失嘛。色界的住清净，无色界住空啊啊。那声闻缘觉，哎，他们虽然是断了见识后，但他们也住啊，住普空无常，无了住涅槃寂静的不得啊。有了理章，不能证无上菩提啊。那全教菩萨从空住假还是住啊，住到最后才住中观啊，其两边分别只修中观的 啊但是一旦中佛性，这样一直修到最后，越临越细，越临越细，细到最后能观之智跟所观尽智，尽智双明，人所双明的时候，突然突破无明正法身了，那是用佛性，但是他的佛性还有正当相，破一品还有正当相，所以那个正当相的范围，他的那一念心的圆照的范围是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破两品的1000个，一直到十地，十地是满，是果地界，尽法界都是他一念心体，但还有微细的震动响，还不是叫长极光度，但已经是分震长极光度的深度不二了。但那还微细的震动响，像如果水面上有微细的震动响，你看那个水中的倒影还是会感觉出来，对不对？当它一瓶出水的时候，是水影不二了。我常讲，到了那个时候，猴子都会以为水中的月亮是个饼，
啊，一只接一只在捞那个饼，结果蹦太重了掉到水里头，被骗了。那这个妙觉菩萨就是这个境界，身土不二，净法身，这是一个觉啊。因为这整个法界就是个觉性，这个觉性就是你的本心，你本来的心呐、啊，就是生命的本源呐、啊，所以叫本地风光啊，对吧？那这个本地风光你不住，那你怎么修啊？我们都会住的习惯了，我们众生住一切啊，住有啊，啊，那是空天住空啊，对不对？啊，啊，那这个四禅天住清净了、啊，所以进基天呐、啊，啊，他们修禅定了、啊，进基啊，啊，那这个声闻住涅槃极境了、啊、也住啊，知道这世界三界如何宰啊，他住啊。啊，那全教菩萨有的修空观、修假观、修中观，他也住啊，对不对？那这住这住他住啊，啊这怎么，啊怎么办？啊，那我们这个佛性这本心，这佛性本心，它的法相名词叫什么？叫正因佛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真正的因，正因佛性。啊，那你要怎么，就是要把这个无助去掉，要修原因佛性，因为佛性。是真理啊，它是中道、啊、它没有任何一点污染，它前面没有戴上了有色眼镜，所以它看出去的真理，所以它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是真理的反射，你知道我意思吗？是真理直接反射出来。那我们挂上了我法二字，再加上了你的利害得失的心，所以它真理的反射透过这样的光线，它变质了，变成灰黑色了， 变掉了、啊、当你无助的时候，遇到些崩溃，他这用理记的东西一看就清楚了，清楚就知道该怎么做，用理记的这三千就叫阿耨多罗的三藐三菩提。你戴上了眼镜了，戴上了被污染的我法二字，还有你的分别心妄想心，透过这样再显出去的作用，那都透过心意识的污染了，心的思的污染，那一定造作诸业的，一定造作业，一定有善有恶的业，一定造作诸业，你知道啊？那个无知的心，他是用本来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怎么做。用理记三千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真理的化身，所以你看他无助的讲啊，无助心的一定是大公无私、正大光明，对不对？没有一念自知，他无我嘛，当然是正大光明嘛。他做的绝对是真理嘛，所以叫三轮妙用、大机大用，身可以化为真理啊，一定是真理。那他的本身佛性本身就真理的体现。那我们怎么让它体现在原因佛性？原因佛性，用佛性的因缘。那这个佛性的因缘，我们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借修德显性德。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借修德显性德，这个原因佛性就这个意思。那借修德显性德，哈，那你要修什么？当然了、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要修如来的正知正见的八正道。用八正道的心系，所以本经一直在强调八正道的心系啊，啊，八正道的心系，啊，你要修六度万恨，要发菩提心呐、啊，啊，六度万恨，尤其是忍辱波罗蜜，持戒忍辱很重要啊，啊，所以我们布施很容易，就觉得布施忍很难呐、啊，很难受啊，所以一切法都称为忍，要忍持戒，啊，这些。忍持戒布施，这都是在偏离我们修福的，这福的方法。禅定般若是修慧的，福慧资粮的累积，然后精进去实践，努力去实践那六度万恨，还有真正要发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要从真正心里享受，不要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我们现在糟糕的就是什么事情都讲到自己，什么事情都讲到什么话都讲得很好听，哇，大家都做好公公，大家那个外好人，其实内心都不好。我们尤其在末法的时候，都是口是心非多啊，谁都会讲话，大家口才都很好，对不对？被这个社会训练到，还而且现在很糟糕，社会还有口才训练班呢，一期多少钱？进到最后，嚯，这个氛围，嚯，这个诈骗集团骗个检察官都被骗了，对不对？好厉害哦，你知道吗？要小心哦，大家口才就好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上个礼拜在讲啊，你看我们早期文件党，哇，他创立的这个党规是，哇，那个勤政清廉爱乡土，嘿，结果有了钱了，猛捞钱了，钱了，就人心就是这样。到那个时代时，嚯、哦，权力会迷惑人呐、啊。啊，现在还好，赖清德现在就是努力的要改造民进党，所以他
速弹，努力速弹。我都是看电视的，对不对？啊，那这么一速弹呢、啊，他的民调就开始增长了。我看他上次那个吴子嘉给他统计，他的民调在55%都不错的呢，超过50%了，民调不断上，所以这个速弹应该会再继续下去。我们可见我们大家心里啊，也对这些贪污的这种现象看得很烦，对不对？人就是到那时候就迷惑啊，大家都嘴上照讲，哇，我被按啊，怎样？我怎么，对不对？我怎么样付出啊？怎么利乐有情？怎么样利用佛教去猛捞钱？多的是啊！你看我们那大陆，我们去那里做大陆一下，大陆佛教起来一下，有很多单位在猛捞钱了、啊，你知道吗？哇，那积的大佛，哇，贵哇，多高啊？要10亿哦，或人民币哦，啊，大家贴来不知道口袋装多少，大家猛捞。所以为什么这个大陆现在严管就是这样啊？因为佛教是好意，但是大家会嘴巴公啊，做后天啊，付出正法，利要有情，其实叫做发展佛教企业，他把它带入世间法，发展企业用这来捞钱啊，一样啊，就像政客用政治来捞钱一模一样啊。那这个要不要防治？当然要防治啊，啊，这当然要防治、啊，我们要有智慧来判断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因为我们人的习气没有改，所以习气没有改，你就要发菩提心，很危险啊！你贪嗔痴的习气没有改，自私自利的习气没有改，你进了佛教里面，你还不是把这个习气带到佛教里面？你还不在佛教里面大捞钱、大搞名闻利养，对佛教也是损失，然后给人家佛教用化给你，你去看看是不是很多都这个样子、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学佛真的心底一定要正。一直讲，所以为什么要原因佛性就是这样，不是我要花心去做后代己，但是你后代己里面有坏心在里面啊，这个坏心会长毒的、啊，会制造细菌出来啊，对不对？会中毒啊，对不对？所以要把现在这个内心的毒素去掉，就好像如果你身体有病，一定要把病医好才来吃补品，才来健康，不能医存在里面，病在里面，啊，拼命吃补品，可不可以是、啊？这是挑剔，对不对？因为细菌有了补给了，对不对？细菌有了营养的补给，它更强更强大。阿弥陀佛，调皮，对不对？就像这样亲情，所以努力把你的贪嗔痴习气把它除掉以后，它本性才会显出来呀、啊。真的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叫原因佛性？因为佛性是无私的、啊，它无我啊，它是真理呀、啊，它没有污染啊。一就是用理据，一解释就明白，明白就该怎么做，一些真理呀、啊。所以啊，真理我们没有，那怎么办？我们依圣能量，圣能量佛陀跟我们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依八正道，依六度万恨，依四无量心，依四念住观，这样来修理。四念住观叫你处理心嘛，四念住观嘛，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我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现在还啊，你不能相信自己之间的。是，当你要去投资啊，去做什么，去做任何事业，做任何什么，五戒十善八正道四念住，思维一下，哎，这个不行，怎么做？你赚了一笔钱，结果心上造了业，将来到三恶道去受苦，何苦了？人生到最后一场梦了，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你没有看看啊，那些有钱人呢，黄永庆现在又怎么样？那些有势的现在又怎么样？啊？啊！听说亚历山大要死的时候，他以为他征服了世界，只有叫人家把他的棺材挖两个洞，两只手伸出来，我上嘛，我挂行，对不对？贾伯斯死的时候还说：“哎呀，到时候你看到了人生，我挂行。”贾伯斯很有名啊，对不对？苹果啊，对不对？到什么都没有啊，只是带了一堆习气啊，你那个贪欲的习气，那种自私自利的习气就延袭到下一代，你怎么不都到地狱去呢？我们利用这一生的时代，有这个机会来接触佛，就是要把这个习气除掉，这些世间的事情能够舍多少算多少，把这个习气也舍掉，以后你当然你入法界就高了。我讲你入法界就高了，我告诉你，当你这习气除了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清的时候，你到哪里都有天助啊，我绝不骗你的，你碰到任何危险，天助就来了，很奇怪的因缘呐、啊，我很多不能讲啊，那这意外的，这是很奇怪的，奇怪的啊啊，自然很多很多啊啊，这是很多奇妙的因缘，你就知道你比照拍不会跑到恶道去，因为你有太多的天助嘛，太多的因缘都在做的很奇怪的因缘呐、啊，啊，你怎样你都唔免惊，你那我得惊啥，对不对？
那有人不是啊，落了掉到井里面，还有人给他丢石头叫落井下水，还给他抬，对不对？有的人是这样，可他是造业啊，他自己不知道啊，他以为自己他怎样，他在造业啊。你要知道，所以为什么要原因佛性？原因因为佛性的因是正因啊，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到说，这不是完全没有习气啊？佛的圣言量告诉你啊，勤修戒定慧持戒。啊，熄灭贪嗔痴，依八正道，四念住，五戒十善，发菩提心，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将来心清净，只问根源，不问收获。也许在这中间，你也会觉得、啊、奇怪，啊，我安尼，想讲呢，嘛是烦恼在多，啊嘛是安尼，哎呀，安尼也是一大堆的问题，还是哎呀障碍啊，嘛安尼梦想是一大堆，妄想一大堆，不要紧，因为我们无始劫的习气就是这样。你在人间已经多久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贵了八万劫啊？我多少的劫啊？无量无边劫，竟然好不容易遇到这种大圣佛法，对不对？你不赶快用功，还当什么时候努力，对不对？因为我也经过这种恶作期了，对不对？这个期间我把它称名叫恶作期，非常的恶作。我这么样，阿妈是这，阿那也是烦恼一堆，啊，阿妈的梦想一堆，阿妈哎呀，那么的重伤怀，啊，我就不要休息的话，天天吃吃喝喝，不是很快乐，对不对？啊，天天去打牌钓鱼，不是很快乐？而搞到现在什么都不像，对不对？啊，也是烦恼一大堆，梦想一堆，阿那么重伤，恶作期。但是你透过这个恶作期的时候，好了，某一个因缘，但观世界因缘，世界因缘一到，如忘了突然想起来，如失掉突然得到了。了因佛性跑出来的，了因佛性就像这个暗室里面，你在里面什么都看不到，灯一开全部看到啊。那时候就是当下你会起了这一念心，悟本真心了，看到了，了解了，那个就是你无住的时候啊，不住有，不住空，不住也不住，你就会感觉到原来佛性就在作用，不也东西。但是你以这个时候的作用，因为你因为相应到无助，你的别助啊，啊不助你烦恼就生不出来。所以当你无助的时候，那一念的心空，我们叫它的空性，空性的是列主性的列佛性，了解吗？但你看到了，哎，它会退掉了，它会退掉。但你一念的看到，哇，不得了！这一念尽性，这个叫尽性，完全相应尽性。如来悉知悉见的十方如来悉知悉见，这是众生得如是无量无德、啊。在你那一念的境界的时候，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知道吗？哦，你知道吗？啊，这样，但是他回去又再回来，回去又再回来，而且进步非常快，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在突破，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啊，越挂越要越来越啊，你就从。信位一直一出现二信的一直起来啊，一直上去啊，他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靠近了，别贴起啊，一直靠近到的时候，你不会离开的，就是三昧陀影的法身大士。你没有这一念的是让他了因佛性现前，你怎么能够证入呢？怎么能够证果呢？所以啊，当你在恶作起的时候，千万不要退转。有的人在恶作起的时候，或者是甚至在思索成为的时候，他没有这样。没有这样，他就说供啊，这是个理想啦，做不到了，不可能的啦，他就开始有这种想法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很急啊，想要赶快去得到，但这个东西是急不得啦，啊，就像一个树木种下去，你种了苹果树，你要苹果长出来，那要自然成长啊，急不得啊，你不能摇它，不能，哎呀，我今天回来给你加最强的，给你不仅给你加。最强的灌牛奶，给你灌维他命丸，给灌细，对不对？那不行啊！那自然的阳光，所以你给你先生，哎，开花了，结果了，第一年少一点，第二年就长很多了。这样自然啊，你要知道，要有耐心的、啊，慢慢修啊，真的啊，慢慢修啊。因为我也是经过很长的悟出期啊，对不对？我学了四十几年，我四十几年都是真正在实践的呢。我们从嘴讲，我们从读的呢，啊，我说我这经过这悟出期啊，我知道。终于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所以你没有看我讲的这么自然呢、啊？我拢唔免想呢，我不过是讲我的经验了尔啦，就有够好讲的啦。我就这么做，坦白讲，我讲经验，我唔免讲主，就跟你们讲这样，啊，是啊，所以要了因佛性啊。那了因佛性的时候，你就看到，你今天解决在作用上。哪一法都是了，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父母亲未生前面目倒聚来，哎，对不对？父母亲未生前面目倒聚来，眨眨眼睛。父母亲未生前面的那一尊是六祖慧能大师的雕像，啊，不是啊，大行拢是啊，都是他，嘿，
但是你住与不住都要离啊，你住与不住都离，不住还是有法师，还是见不了他。那个时候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啊。所以当你使用佛性的时候，就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即体即用，即用体用不二，体用一如。所以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因为它的用就是体，用就是相，就是体，它一样一件事情呢、啊。三而一，那我们用就起分别起执着，马上就变成两三件事情了、啊，就取向分别啊，就造作业力啊。了解我的意思吧？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啊，你看你这样你就了解，这个五蕴六入说是根尘是一切万法，全都是佛性现出来的，觉所显化出来的。绝不可思议，能够显化这么浩瀚的宇宙，我们只是人间法界的一个现象，就这么广大无边。你看它天然的更广，对不对？啊，真的，我这绝太不可思议。但它大同于小啊，它没有大小，就刚啊，刚你不能说它大，不能说它小啊。就像你的六识不能说它大，不能说它小啊。但它会做个很小的事情，那个钻研往那个。看那个细菌，看那个病毒，看得那么小，也是六四那么小。他晚上做梦的时候，那么大也是他变现出来的。当你晚上到了，你到了那个最高高点上，看那个虚空，看那个山底，哇，那么浩瀚，也是他变出来的。他没有大小，他没有大小。所以你看很大很大的大虚空、大海洋，突然跑到房间，你们看一个针头，你也不会觉得旁边很多空间呐、啊。对不对？你看那个针头突然跑到外面，看到了大虚空，也不会觉得哇，你的六识塞得饱饱的、满满的。它永远都是差不多，那无尴尬、无感、无觉，它没有大小，觉性没有大小啊。所以这些大小是觉性幻现的大幻师变现的世间的、啊。所以世界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大小，只是我们在人间法界看到了世间的大小。佛告诉我们，世间只有觉性呐、啊，都觉得觉性变出来的东西啊，这个觉性叫空性、啊。了解啊，了解啊。那所以啊，我告诉你，这个佛陀就接下来说一切众生有佛性，所以佛陀接下来举这个例子啊，对不对？我佛陀讲经说法，我们都一文解义啊，通通的一文解义啊，对不对？啊，听了哦，这个就是就弯转龙过第六识在想啊，一文解义三世佛喊愿呐、啊，愿望呐、啊，你知道，喊愿呐、啊。因为你一文解义啊，你不是用悟性，悟性还有解，还有信悟，还有解悟，解悟你要用解悟来观照理想心情来，哎，让他最后啊，借修德显性德，也就是了因原因佛性，原因佛性，供他该水的是借修德显性德了。阿难就修高不要，哎呦无助了，了因佛性显出来，显出来。如果你一足破三关，一足透到底的，一了百了，那是直接破无明的。那不得了，那一直破三关，那是除了六祖大师，中国大概只有六祖慧能大师，所以一定是先看到，然后退掉，然后再回来，退掉再回来，退掉回来。那这个期间，你只要不犯戒，只要精进，只要用功，如来如定，如来如定。等到他真的现前，他现前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你坐在那里，几个念头都无，哎，人家清个清了，清清清，几个念头都无，你知道吗？清清清的。所以真的那是自然的，都不需要用任何压力去压它呢。那个很奇怪，我们的自信就是这样啊，轻轻轻。但是这个你不要去抢，你抢也没办法。所以你要去抢，只能用压的，以身止灭，以灭止身。啊，你好，助心观境用这种方法。但是你要是真正顺着它的时候，到它真正的相应的时候，那一念心一分劲都不念，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念嘛。自信本质，六祖慧能大师不是说本质清净，远离烦恼嘛，对不对？啊，说菩提自心本质清净，但你此心知了成佛。但怎么但你此心知了？我们现在做不到，就靠原因佛性，这样做到最后了因佛性现，你的怎样？原来信佛性这样作用啊，这五蕴六入说是十八界都能现出来的啊。所以你看有人就哎，这个问禅师什么时候门前。同佛子事，对不对？那我们真的想半天，那想拢唔掉去。你知道会心一笑，你就知道了。它作用嘛，就在具体即用，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嘛。具体大，即相大，即用大，就在作用嘛。整个境界都是它呀。那为什么佛陀会讲这整个浩瀚宇宙它变现出来了？但是你佛法用嘴巴讲没有办法，像如果是光阴天换个光，你们看了光就悟到了，这怎样？啊，讲话有时间的次第啊。一时间失地，你就很容易就一文解义啊！一文解义，所以佛陀就几个
啊，那个象脸，摸到象的鼻子说，哎呦，佛性像个鼻子长长的，摸到背的，佛性像个背的平平，像个床，就这样做比喻，全体都是啦、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好，我们请看经文，啊，哦，这个一时间就讲半句啊，但因为这个很重要啊，我这样一解释，大家能够听得更清楚啊。我一次一次清楚，一次一次剖析，一次一次清楚，这部经的殊胜太不可思议在哪里了？你看到前面他讲佛性，啊，我现在终于发现到，我为什么要鼓励众生，我一定要学，你今生会得到最大的利益。我告诉你，他的讲佛性的次第啊，前面讲你干嘛不算，中间讲哎好像又提一点，在后面讲又提一点，在后面讲，他每一次每一节都有讲到有佛性，拢讲到，但他在讲的期间，这佛的智慧太不可思议，他在讲的时候。不断给你加深，把它加强，给你加深，给你加深，给你加深。我到这个时候感受到，我不敢说我感受很深，但是真的很有受用啊！真的，那个习气整个是，这小一半去，真的，我感觉小一半去啊！所以说注意不住，说跟我对不住这些。当我所有说，当你无助的时候，烦恼都先别出来，就烦恼是住相才生出来啦。所以住相身心必生烦恼，对不对？不住相身心，连不住也不住的时候，必定没有烦恼，就通通变成智慧了，变成般若智慧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哦，他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我现在是差不多起四分之三多一点点而已。他底下还讲很多佛性，他每一次给你递一点，每一次给你带一点，每一次给你带一点，每一次给你带一点，啊，这大部分人好。所以哦，这个经典还好，我们的蓝本的那个编华，他是照这个，只是把它编品编卷而已啊，他没有把内容更改，内容更改就糟糕了，你知道，因为这个内容，人家的智慧性是一波一波给你贴，给你贴，好像垫脚石一阶一阶把你垫高，把你垫，这个垫高，它是无形垫高，你感觉不出来，但是你在讲的时候，你在过程的时候，像我以前看到后面看到哇，大西亚大这边那个矿龙博，像我。像我前面讲的这几个啊，对不对？这前面讲的这个什么易华故什么什么比如说我以前看到什么是什么以前看到哇，他西亚他这边他共和啊，根本不知道、啊，你没有看看，真的看不出来啊，你要不相信，你们去换换看，根本看不出来的公章啊，是不是？你看啊，常华无住，若有住处即是无常，善男子说因缘无定住处，若有住处说因缘不得名常，如来法身也无住，法界法入。法印虚空虚无住处，佛性流度说，唔知你讲啥呢？真的不知道正在说什么呢？我看注解都看不懂，他这啥啊？我当边来讲啊，他还要当边讲啊，但他已经要讲啊，他死啊，他吃下闹亏了。我也是怕，说不要怕，我告诉你，他这一波给你谈，一波给你谈，我到最后，哎，看有啊，完全看有。你看我讲的多自然，所以他的不思议在这里啊，他一步一步给你贴，一步一步给你贴。我早期真的怕呢。但是啊，我当后还没攻击破，但是啊，就想问是啊，是个头头头啊，对不对？一定到最后就大概从最桌子板子椅子供啊，对不对？还不想不到还有你们这么多人来火气，对不对？啊，你看真的是这样哎，我不骗你们呐、啊。所以这部经的智慧太不可思议，大波涅槃经。但是这部大波涅一直在讲啊，出家人啊，不能有细房屋，不能有细金钱，不能种植。啊，是出家人要，啊，而且不是就讲一次，一直供，一直供，一直供。那你说这个实在是，那对我们中国的道场就会好像要讲起来就会比较吃力一点，对不对？哎，他每次都这样讲，啊，这样都不是我的弟子是什么什么哇，那他呀了，对不对？那就比较有一个困难度在这里。那真的非常好，一起直播直播给你听，它里面讲到句，讲到什么，讲到什么。一波一波，但佛性每一篇都有，每一篇都有，每一篇有。到了这个时候，一路空无吧，看出来啊，是这样。你不要以为我这个是看注解的，你知道，这是我自己看出来的。我跟你讲，啊，对了，我跟你无客气啊，我无客气跟你讲的，你要知道啊。你到遐你就看出来啊，啊，这种你讲这哦，你没有看我讲的这么自然，你没有想看，我没有看稿哎，我没有看什么，就拿整本就这样讲哎，我没看过呢，你知道吗？我的公家主人，那都是一直播一贴一破给你贴，一撇一撇给你贴，一贴一撇给你贴，而贴到这里来，那这部经真的很好啊！要讲，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安排这样的路子，真的是三宝给我加持，你看《坛经》《金刚经》啊，《心经》《圆觉经》《八识规矩颂》，
大圣起信论，任年任期，我本来只有到这里，后来突然为魔起所作经，最后呢已经嘎掉大波涅盘经，我看到六祖坛经里面四位祖师都从大波涅盘经里面看过大波涅盘经，看哦，因为我要讲前都要先看看一两次，看阿表，但是啊，他这下给几本了上大机啊，对不对？这嘛本破啊，这下四级啊，对不对？看到来的公上啊，注解什么什么什么注大波涅盘经注解起来看，看看路无看无代志，路看路灰，对不对？越看越眼花缭乱，那是啊，他这下哎呀哎呀，对不对？他今天怨灵都发出去了。啊，所以我鼓励你，其实一旦嘛，到我一等出来，别过个心情感官，哎呦妈哟，卖车，不要找我麻烦了，夹个皮皮穿，对不对？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唔免惊。到时候他这个一波一波给你谈，以后你讲这个，你会感激我一辈子。我告诉你，嗯，我唔去跟你开玩笑，我也没想到啊，我完全没想到啊，他就是真的，就是圆因佛性，就是了因佛性，好，你感觉到啊，就是完全给你，对。啊，让你能够感觉到是这么一回事啊！说相在性在作用上啊，没法都是啊。那佛陀他举一个，就举这个大象这个来做个例子。好，我们开始来，看这个625页经文第十一行，啊，下面这个善男子，譬如有王告一大臣啊，一个国王告个大臣。对不对？你牵一条象来，以示盲者。你看，这你在说明前相即性呢、啊。文六如说出十八界七大前相，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哈、啊，已经成其七七皆经呐、啊。啊，以我们的本心幻现出来的境界，每一样都是一真法界，都是你的心体啊。只是你被牵引到这世间，你把它当真而已。你看不到他这个心体，你因为你有人所啊，有我所、啊，有我法二字啊，所以你。望看不到这个真实的境界，佛看得好清楚，就是自己啊。所以以相以示盲者啊，那个时候大臣受王赐一样啊，哦，听了佛大王的指示，哦，赶快就是召集全国的这众盲，把这个盲人都集来啊，意思集来，然后呢啊，赶快同城拉来一头大象啊拉来啊，那这个时候拉来啊，实比众盲过于所处啊啊。大臣既烦而白佛言：“臣以示敬呐、啊，啊，那这个大臣就说：啊，大王啊，我已经照你的吩咐，把盲者也带来了，把大象也带来了，同时也叫些盲者去摸这个大象，让他摸得很详细的摸了，都摸了，已经你交代的事情已经全部办完了。哦，办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大王既唤众王各个问言呢、啊：你见相佛啊？啊，大王就把这个摸过了这些盲者说。”你现在知道象是长得什么样子了啊？他、哦、这盲者知道，我不仅知道，我摸透了，我都摸过了，我知道。那国王就说：“好，这个甲先讲啊，照次序来，甲、乙、丙、丁，一个一个讲，你们啊，这个看到了象了，你感觉象是长得什么样子啦？啊，那个众盲各个人一个一个发表他们对见什么是象的看法，真我已经见到了。”对不对？我已经知道象是长的样子了。国王说：“哎，那你觉得啊，你所见到的象是怎么样啊？你感觉象是怎么样子的？”那摸到那个象牙的，他说：“哎呀，这个象啊，就像个这个乳虎根的，乳虎叫做什么？叫做，它一个学名叫做紫翠，紫翠啊，大概紫翠的根就是很类似我们现在的那个莲藕啊。”莲藕像长长，莲藕是里面有洞，外面是平的，很滑。莲藕外面是扁哦，对不对？那莲藕啊，就像这种莲藕的根一样，像长长的。我因为啥？他摸到他的牙，对不对？一摸到牙，像就是这个样子啦。哦，但他并没有，他没有讲到前提啊，他讲到象牙，也不能说他讲错啊，对不对？他没有讲到，对不对？啊，而且象他讲的是这个样子啊，底下。佛陀就说明其处而者言相如其啊，那个摸到那个还问那个乙啊，你觉得象长得什么样子？摸到那耳朵说，哎呀，像笨鸡一样啊，就像我们那个笨鸡啊，那几个那一个盘盘嘛，都在那个那笨鸡一样了，像鸡呀 啊那触头者言相如实啊，摸到
石头的时候，哎，象的头啊，摸到那个象头的时候，它像个大石头一样硬硬的，货也摸到也逃，它看不到摸到逃，说它像石头一样。那摸到鼻子呢，说，哎呀，这个象啊，像杵一样啊，啊，像个杵一样啊，啊，触鼻子像个杵啊，长长的像个杵一样。那触到脚的说，象如木鸠啊，刚才讲我们那个金箍啊，木鸠啊，金箍在垂米那个金箍，说像个木鸠一样啊，这一个胖胖的粗，胖胖的圆圆的一种像木鸠一样啊。那摸到那个背的脊背的，它就像床一样平平的，所以那个象啊啊，那个象在泰国很多人到泰国去骑象啊，骑在象上啊，走到那个，所以那个泰国的那个以前啊，他们那个在招待国宾呢、啊，那个泰王就啊招待国宾骑他那象，那象啊七宝璎珞，庄严的非常漂亮，鼻子身上都装得很漂亮，身上还带着台，那背着毯子，很像坐沙发这样啊，骑在上面很安稳。那两个国宾啊，对不对？泰王坐在一边，另外一个国王也坐在旁边，两个骑象啊，一面骑象一面谈政治，很风光。然后在树林里面，那气氛非常好啊，非常好。用这样，有很多商人都利用这样谈了很多生意，到相国去骑象。如果你们经商的时候，将来就约着你的客户到泰国去骑象去，也许就谈成了一笔交易，对不对？啊，象背骑得很舒服。他说：“啊，那个象的背啊，像个床一样啊，平平的很舒服，可以在上面睡觉啊。”那骑触腹者摸到那个肚子的人说：“哎呦，那个象啊，肚子像个瓮一样，好大的鞍啊，哇，好大，圆圆的肚子会装很多的水啊，好大，像个瓮啊。”摸到那个象的尾巴，说：“哎呀，象的尾巴像个象，是像象是长得像绳子这样长长的，后面还有球球，后很像绳子，象是长这样子啦，啊啊，就过说他所摸到的。那我们讲佛性，过讲一套啊，因为佛整个讲下来啊，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整个圆会贯通啊，要叫你悟啊，你去一文解义啊，哈、啊。那虽然是一文解义，虽然是。”是摸着着边，哎，不是它的本体，不是它的样子，但是碰到一点边这样而已啊，啊，所以我们要有信悟入解悟到正悟，那摸的就是好像信悟一样，所以悟有三种，一种叫信悟，信悟在我们嘿，在我们这三会里面叫闻所成会。啊，你只听闻佛法，了解这知见，这是属于学术界佛教学术的层次，是在信悟。然后从这里真正去断恶修善，去实践，哎，有了福慧的资粮，有了解悟，解悟就入于哲学的程度，哲学的程度就约如于思所成慧。但是你体会到这个玄理，但你眼睛看不到。你眼睛看的还是财色名食睡，眼睛看的还是五欲六尘，你看不到，你看不到空性，对不对？然后你继续用功，到了了因佛性的时候，那就入所修所成慧，那就证悟，真正正相应了，感受到了，那就真正看到了，而真正感受到啊，这万法皆如啊，它只是你自信现出来的、啊，这整个境界哈、啊，整个内根深外气界啊，我们唯识学来解释，这是你第八识现的内根深外气界，内变根深，外变气界，那内变根深外气界在第八识来讲是没有我法二识，又不带名言、啊、就像严重的老人痴呆症，一张白纸，那什么意思？真的说是一物即不中，这个内根深外气界是说是一物即不中。但是因为在果能变的时候，由第八识在伸出前面的七转识，再去圆了这个根深气界，这里面就变成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好坏啊，利害得失，恩怨情仇啊，贪嗔痴慢，什么都生出来了，五识心所完全相应。所以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己变出来的，外无一法可以建立啊，都是你的自心生万种法、啊。你要看到这个真相，而你的四心是空寂的。你把六识拿来我看看，它是空性的东西，是空寂的东西啊。但是它是活的、啊，它会给你变把戏出来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无相啊。你当你体会到这些东西，眼前的境界就是无相啊，因为它是四所缘、四所变现的东西啊。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所以啊，啊，这个佛教的是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相体，也非不说啊，哎，他为什么不能说完全呢、啊？啊，所以我跟他讲啊，哎，他所这些盲者，他是等于什么信悟，啊，这个闻所成慧，闻听到这些，
还没有到思索神会，到了思索神会，了解这些玄理，像无生啊，生即无生啊，如来藏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等等这些玄理了解啊，但是还没有证悟，证悟就修所成慧，修所成慧就了因啊，这个了因正因原因了因佛性，像灯一线啊，让你相应，那也是悟，但是这个悟是证悟，你真的可以放下啊，真的住与不住皆离了，所以啊，不是有住空或者住什么，住空变成四空天了，真正的放下，那就入证悟了啊，那这些。盲者这像闻所成慧哦，闻到这样连思所成的都没有了，所以我说这闻所成的境界大概是约等于我们佛学家啊，很会著作了，佛学家了，这些思所成慧那是哲学家啊，像我们方东梅教授他华严哲学，这是入思所成慧的境界，那修所成慧的六祖慧能大师的境界，修所成慧啊，修所成慧才是真正的证悟，这是了，才是真的了因佛性，哎，一下现出来，一下相应，所以一下现是直下会取啊，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的，加了减了就变成污染了，啊，增减不得啊，只能够直下会取，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为什么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众生念念往外缘，对不对？那佛没有往外缘，也没有往内，他缘里无缘就离开了，他像镜子，他不住。空有接不住，啊，像镜子，浮来浮现，暗来暗现，啊，这完全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所以为什么叫即法身？即法身就你的本心，啊，即般若就一接触就明白，啊，即解脱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坐而不然。具体大，即相大，即用大，所以那就入修所成慧啊。所以这个啊，佛陀就告诉狮子吼菩萨及大众。善男子，如彼众盲不说相体，也非不说啊。但是他说的是闻所成慧的境界啊，他还没有入思所成慧啊。但并不是没有说、啊，他也讲到了边一点呐、啊。那若是众相，悉非相者啊，啊，离世事外更无别相。那你如果说这些讲像床啊啊，像瓮啊，像绳子啊，像木桩啊等等啊啊，都不是相的，那离这些没有其他相的。这是说到一部分了，啊，这没有，这他讲的都是相的部分了、啊，离了这些，这就没有相了，把这些兜起来就是相啊，对不对？哈、啊，但是你要把它兜起来，就要靠个思索成慧，啊，思索成兜起来，知道这个，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见到，见到的时候就这样修所成慧，了因佛性突然一现，了因佛性真正见到了，啊，所以啊，离世之外更无别相啊。接着，啊，佛陀再告诉。狮子吼菩萨及大众，善男子，王意如来正遍知也啊，成一方等大涅槃经啊，相意佛性啊，盲意一切无明众生啊，啊，令诸众生闻佛说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啊，啊，啊，佛陀接着告诉狮子吼菩萨及大众，善男子，王就是如来，比喻如来正遍知，真正知道一切万法的真相。啊，正遍知就是实相，诸法实相，真正遍知一切法的真相。正遍知，正知知道它空，它是佛性变出来，是空性变出来的，空性无尽的缘起啊，空性，空性的我们见念自性，一念不觉心动，有了能见相、所见相、无明灭相，这个能见相变成了我们众生的心能啊，所见相的相分变成了我们气世间的职能，地水火风的职能啊。这个心能变成我们十二种内身呐、啊、的生命体啊，这职能变成我们的依报世界，这个职能不断的去缘起，不断的缘起，不断缘起，互为缘起，缘起到最后变成我们日月星辰三头大地。那每一个法界，每一个法界看到他自己的缘起啊，是这样的、啊。所以本那本体界就是空啊，是空有寂浅的本体界，它是一种功能啊，它只是个功能啊。那功能，但它会做梦，很厉害，它都活的。像我们第六识也是个分别的功能，但是会给你做梦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根据你的业力变出一个梦境出来啊。我们这个自信就是这样啊，它会给你做出一个幻境出来的东西啊，啊，所以如来正遍知，真正知道这万法皆空，这体性就是真如，就是你的本心，说万法为心的、啊，万法为心造啊，意的心体变出来，以心成气，气气皆心。那我们为什么用金呢？因为金可以看得到，而且金是宝啊。我们的心是宝，如果你用的本心是
真理的化身，是恒沙妙德，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这样。所以啊，我就在想，我那天看那个电视，我们自信的功德很不可思议。我们人类以为自己很伟大，其实我觉得有的昆虫也很厉害，也很伟大。为什么呢？我看到那个我看到电视的报道，我最近很喜欢看那个动物奇观。有一种动物啊，在他知道他有预知能力，他意思说：“哎呦，现在糟糕了，要干旱两年，哎，然后他就开始啊，这个动物很厉害啊，他就开始去做，找一个锅，找个石洞，他会爬到陆地上来爬，找个洞啊，然后把这身体裹得挡挡啊，把跟土它裹在一起，然后爬到洞里面把它裹在一起，然后入到洞里面入定，总能顶进去的啊，他也不会死哦，他就这样啊，然后就在里面啊，我觉得对，我们自信太不可思议了。”这是自信的，因为他用自信的，我们自信的里面的这一小部分而已啊，所以他就在里面杀你，杀你不会死啊，就在里面。但是为什么头包起来，才不会被他抓掉啊？对不对？那关键一堆头，对不对？所以他很聪明啊，他有智慧啊，他会把土包起来，然后就在里面入定。当然，我们不是入定，是我把他封的啦。他没有学禅定，怎么会入定？对不对？这是他的本能啊，他就这样。他什么时候醒过来呢？醒过来说是当下一爆，哎，他就醒了，眼睛亮，哎，开始活起来，他就爆头，又开始地面下的湿湿，他去，又跑到水里面，又活起来了。哎，我就在想啊，你想看，我们那个妹进定了，他就这样，当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哎不行了，我饿得很难受，他入妹进定，妹受想进定，什么都不知道，像涅槃寂静一样。很激进，啊，肚子也不会饿了，不然。但是他入了定以后啊，他会给自己设定，啊，天晴的时候啊，我就出定去托钵了；没有雨停了，我就出定。真的雨停，他的定，他就出定了。没定就这么奇怪啊，啊，他自己就会定，啊，就会出定。啊，但如果万一这个雨下一个月的惨嘛，他身体就坏掉了。他不像那个雨那么厉害，三年，对不对？啊。那也是一样，如果火一直撑起来，那很厉害，他又活过来了。你看他怎么有那种定呢？那个定是我把他封的了，他不是修定的，因为他自己的本性。那他为什么本性自信？真的是自信横沙功德啊！那老鹰的眼睛可以看四公里外的一只鸡在地面，他能看得到四公里耶。所以他老鹰在俯冲好厉害啊！他在很远的地方海面看那个鱼，他就咻就冲下来了。四公里呢，眼睛这么好啊，啊，所以我们的自信横沙功德太不可思议。我们人所显现的，啊，一小部分哦，因为我们的贪嗔痴都把它盖住，把它障住。但是我们脑筋地都是很发达，不仅可以圆很深奥的哲理、深奥的佛法，也可以发明很多东西，像我们的 IC 电脑、人工智慧，都是地都是开把它开显出来的东西啊。那我们人的这方面的特性，但是你却没有那个鱼。可以入定的特性，对不对？啊，你有办法？没有办法。当你饥饿的时候，你有办法饿三年吗？保证饿了皮包骨死掉了，对不对？那那鱼不会死啊，好厉害啊，真的。然后我看到那鱼啊，你看，我不是在欣赏节目，我都以那种方法把它套进去。嘿，还有钉呢，真厉害。我要来拜这杯鱼做师傅，对不对？我要来拜这条鱼，看它教我怎么入定三年，对不对？啊，然后碰到什么再醒过来，哇啊！这是开玩笑，开玩笑的话了啊。但是我就告诉你，自信横沙功德啊，功比料啊，太不可思议了。每一种动物都有它的特性，植物也有啊，每一种都有。看了啊，这东西自信的命啊。我看那个动物奇观、植物奇观，每一个都是自信。我他们就在看那个，我是看佛法，东西自信，自信在那里，它能显这个作用，横沙妙德啊，太不可思议啊。我们自信是个。绝啊，这个绝的能太不可思议啊！啊，你看它变现施法，就在每一个法界、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的特性，都有它的特长啊！啊，好啊，所以啊，这个王亦如来的正遍知啊，真正遍知一切法现象，就是本体界啊，这所有这五蕴六入十二十八界这现象体，就是
我们的本性呢、啊，所以以心成气，气气皆心、啊。我们用金来做代表，以金成气，气气皆金。因为金是宝啊，也是布啊，所以啊，你知道啊，所以法界一相，一个相是什么？真如相啊，你的一心啊。那我们这一心，我们叫做信。那信呢，我们众生要教学，要让你了解啊，就像佛陀叫人家摸相一样。那、啊、就讲一个信，我们搞不清楚啊。所以佛陀就讲好，在你有情众生，把你叫做佛性，给他觉醒。啊，那个气世间呢，是啊，就叫法性。啊，法性、佛性，而不是一个性。就像你晚上做梦，那个梦境里面的动物，你呀、啊，你的亲朋友，你的父母亲，好，这个叫佛性。那梦境里面的所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叫法性。啊，岂不都是第六识？赶快了解意思吗？那性体是一样，只是给你分别容易理解而已啊。那这个性就是你的本心，所以本心变成了佛性、法性，通通都是一个本心呐、啊。啊，东西刚觉得醒啊，同一个性体啊，知道我所说的意思吧？啊，好、哦，都了解了啊。现在有信心讲这部了吧？有了吧？要有信心呐、啊，嗯。好，这个啊，哦，这个所以这个如来意正遍知也，真正遍知一切法。了解诸法实相，现象界的本体界，当体即空，都是真如啊！成立方等大涅槃经呢、啊，这层比职业标，那真正是有的职业标是直接指的月亮啊！那个疗愈的经典是直接指的月亮啊！这个大般涅槃经是直接指的月亮，你透过这个指见月，你一直熏熏到最后，彰显你的了因佛性，就见到月亮了哈！那最起码抓到指，你啊也看得比较清楚。是差一点点，但再努力一下，用功一下就进去了，对不对？这个成立方等大涅槃经叫职业标，而且这个职业标是非常疗愈，指的非常正确，照这个方向一直就看到了，而且它是见次叫你看，叫你看到最后看的清清楚楚的大月亮啊！所以我说这么厚的经典，从前面就一直讲佛性。中间的讲佛性，下半段的佛性，底下又讲佛性，每一次讲佛性就帮你提升，帮你提升，帮你提升，帮你进阶性的提升，一步一步叫你登堂入室，太不可思议了、啊。难怪在《坛经》里面有四位祖师从这里开悟的、啊，细微啊，特别提出来啊，啊，那个十三位的代表啊，那入六祖大师，入四弟子有43位，但是在他的参勤居延等等挤了13位。十三位里面就有4位是研究大波涅槃经开悟的啊，所以为什么排进去？我现在讲到这，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他这个讲佛性太不可思议了，他有进阶式的，哦，你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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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开显了了因佛性了，太不可思议了，好好努力啊！虽然厚，但是啊，努力有他努力的代价，嗯，所以啊，这个成。意职业标啊，相意佛性，意月亮，意佛性叫你见到了月亮，盲意一切无明众生呐、啊。好，我们在学习佛法啊，还一知半解，还在那努力用功，一切有无明烦恼的众生呐、啊，这个盲子、啊。所以我们从闻所成慧啊，闻所成慧，在这个学术上的领域，不要只停留在学术领域，你要懂得。忏悔业障，断恶修善，修福修慧的资粮，你才能够入哲学的领域，入思所成慧，了解第六识，能够体会到佛法的玄义的玄理，然后从这里慢慢在用功，慢慢在用功，对不对？虽然在物质期间要透过这个物质期，对不对？这个物质期是我把它称的啦，物质期，然后透过以后，突然哎，柳暗花明又一村，哎，了因佛性现前，一刹那间的一念静静，如来悉知悉见，这《金刚经》说的好清楚啊。是一念具恒沙功德啊，无量功德啊，啊，为什么那一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真的直下慧起那一念，啊，他没有我法，没有这个法执了，放下来了，那一念了，那就了因了。那我刚才讲了，如果能够那个大修进来，一足破三关，那一悟悟到了极处了，那没话说，是正法身，啊，那没有的话，那就从一步一步来，啊，慢慢一步一步来。接触到，然后再回来，再回去，然后啊，就久了又回来，再回来，这个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当然你连住了不会退的，三不退的，法身大师的，就这么样啊。啊，你没有修行怎么行？没有那一念的了因佛性，没有那一念净性，怎么得啊？怎么行啊？啊，所以这个相异佛性，盲一切无明众生，世诸众生无佛说已啊，破作是言，色是佛性。那这众生闻了佛所说，会四颗俱增，五蕴六入说是十八界，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六根六尘六识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圆章七大机性，地水火风空根四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切万法都是自性。哎，听了以后，闻佛所说啊，一呀，这全相即性，全世界也性相一如，性相不二。佛一想，哎，哦，他的体会，有人就以闻所成慧就体会，哦，阿讲原来色就是佛性的，这个色是指色身相位触法。哦，原来这佛性变成了色身相位触法啊！这色身相位触法，这一个色字，你看我们心经讲五蕴皆空，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色法就是代表色身相位触啊，包括法住所受色啊。那如果从这五蕴法，啊，如果从是从楞严经来讲，那个色蕴就一念心动看到了，那所接触到的就是什么？当然是六尘了 啊六尘看到了一念心动，哎，心动。心动第二个是领纳，受着领纳，这领纳，所以这两个说法啊有点不同啊。那一般我们认为这个说法就六尘，那楞严经里面说六尘都是从心跑出来的，所以呢一念动心，哎，领纳了，有作意的因缘有领纳，就变成有为法，所以是见了色了，那就会去领纳，才会引发第二个受因，了解这个意思吧啊。所以这个，这个啊，后言色是佛性，所以这个色是指六尘。会故啊，为什么啊？是色虽灭，次第相续呀 啊所以这个佛性呢，已经成气，气皆皆净啊。所以这个色是佛性啊啊。那为什么呢？是色虽灭，次第相续，是故获得如来。或者无上如来三十二相如来色常啊啊，所以啊，你看这四谛相续，我们人生借着我们修行，从我们人生而能够得到天身啊，得到天身，得到五不还天的天身，那是须陀洹在那里修，然后从须陀洹回小相正阿罗汉的回小相大，得到菩萨身，菩萨身最后获得如来身，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所以四谛相续获得如来三十二相如来色常啊啊。那如来色常，如来是因你合身得度，即见合身，为其说法，不一定完全现佛身呢、啊，不是完全现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啊，不一定啊，啊，所以有人问我说，这哪一种佛像，这哪一尊比较好啊？有人喜欢那个阿弥陀佛的像，有人喜欢白色的，有人喜欢瓷器的，白色的，有人喜欢。那个金黄色的，他问我是哪一尊比较好啊？我说你喜欢的最好，因为如来是因你合身得度，即见合身，为其说法，啊，这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随你的因缘而现的，所以你喜欢最重要，而不是我喜欢，因为你要拜他，你天天要礼敬他，要对得起这样，你喜欢最重要，欢喜就好。所以佛不一定要现三十二相，现你最欢喜的相啊，这一点最重要。所以你看泰国的佛像身体都很好，啥个哟，对不对啊？对不对？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中国的佛像，哎，这比较胖胖圆圆的。日本的佛像还显得被退休像林丹一样，对不对啊？不一样，因为他们喜欢这样的形象啊。所以你看或者如来无上的如来三十二相如来色常，如来色则常不断故啊。但是如来色不一定都是三十二相啊，常不断了、啊。那因你合身得度，即现合身，为其说法，而且是感应道交啊。所以有时候以修罗身，以天龙身，以什么身都可以啊，哈、啊。所以观音菩萨三十二相不是只有观音菩萨，是每一尊如来都是这个样子啊。观音菩萨只是表如来的大慈大悲的心呐、啊，普度一切有情呐、啊。所以如来色则常不断度啊，是随处示现，是感应道交啊，啊，是不是说？色名为佛性，所以这个色不断的
啊啊，众生有感，菩萨有应的，随处示现的、啊，没有任何一点障碍、啊。所以这个色是佛性的，哎，有人这从闻所成慧里面，他这认为这色身相为触法所现的就是佛性，佛性现出这色身相为触法。那因为你只要讲色身相为触法，那一定要有心法在里面嘛。所以色是佛性，那为什么去了别这个色？一定有心在里面，所以心色不二，色心不二，所以说色心不二，这是个佛性的、啊。对，例如真金质虽变迁，色常不异啊，就好像真的金质啊，它虽然有时候雕刻成啊装饰品啊，有时候雕刻成啊这菩萨的像，有时候做啊这个花瓶等等。有时候盘子金银铜盘，有时候做墙壁的镀金啊，现在流行镀金啊，像阿拉伯他那的皇宫都想整面墙都铺上一层薄薄的黄金，显得非常的高贵高雅。所以金子虽然变迁，色常不异啊，常常都是以啊金光闪闪的这种色常是不异的啦。所以说有时候做串呢、啊，有时候做叉，有时候做盘呢、啊，有时候做我们的装饰品啊，我们人体的装饰品啊，做。插在头发的装饰品啊，有时候做我们这个盘子的，我们的这个碗盘呐、啊，啊，盘子用金盘呐、啊，对不对？银盘、银杯、金盘这样来装食物，显得这个食物的高档，高档的食物都是用这个高级材料去做的，像金银等等这样来做的。那现在还有食物啊，那食物还在这个每个食物上呢，不仅盘子啊，我那看那个电视，所以啊。这个没有常住也要多看点电视，对不对？我们俗话讲的电视报道世界的很多奇观呢、啊，啊，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动物的那个东西啊，我没有看到，我但是我看那些奇观，我都从佛法上来去做解释啊，我常常体会到很多，哎呀，资讯太不可思议了。那现在你看他这世间人啊，他这个盘子用黄金的，银子，长条根用银子，全部镀的满的金了，还嫌不够。那食物上面还加上个金粉，那他没加的啊？哎，你有没有看过电视报道？真的金粉就撒在上面呢。啊，你要挑起来，人家还挑不掉了，要就个假假都可以，那对不对？嚯、哦，那回去跟他行了，我今天吃的黄金，你有没有吃过、啊？对不对？啊，回去一个臭谱这样臭，这跟人家吹一吹，我吃了黄金呢，那再怎么样没有？真的啊？啊，对不对？那一餐开下来贵咋办呢？对不对？要吃黄金的，人就是喜欢这种虚荣心的，这样人不成正果，对不对？虚荣心太强了，不行啊！所以啊，这个如来色则常不断故，是不说明色名为佛性呐、啊？啊，所以呢，金子变色常不变，后作金，作作盘，然即黄色出变力啊，众生佛性亦复如是，直。虽无常而色是常啊！啊，虽然它常常变成啊，这个有时候当人，有时候当天，有时候当什么，这样不断的变，到最后有声闻身、缘觉身、菩萨身，最后一佛身。但是呢，这个色是常啊，这个色永远是常。它组合这个地水火风组合起的形象，这个体是佛性，它永远是常的啊。只是它这从这里啊，从这里变到了天身，变到了。菩萨身变到了身啊，这个变来变去永远不会消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这个色是佛性，他用从闻所成慧，用这样去推理啊，这样去推敲啊，来认定了色就是佛性啊。有人就用这样来讲啊，啊，所以以是故说色是佛性啊。那或有说言受是佛性，会故。受因缘故，获得如来真实之乐。如来受者，为毕竟受第一受。众生受性虽复无常，然其次第相续不断，是故获得如来常受。譬如有人信巧思家，人虽无常而性是常，今千万世无有改意。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受是佛性。哎，那有人觉得。啊，那个色法是硬邦邦的，它怎么会是佛性呢？啊，虽然你说是你只是强调是色法没有心，怎么会有去感受到色法呢？啊，对不对？一定要有心才会去感受这色身相位触法的这个色啊，对不对？那既然有心啊，对不对？心在里面，那心
但他领受这个受法，那当然是受才是佛性啊。那我们因为去领受这个外层的境界，你会起分别啊，你会起执着啊，啊，你会有你喜欢你讨厌的东西啊，所以你才会有啊，顺你的你就会很乐受啊，啊，不顺你的你就苦受啊，对不对？那不顺不逆你就舍受啊，你才有这三种苦乐受啊，这三种啊，如果再加上啊忧喜啊，患得患失的忧喜啊，那就五受苦乐忧喜受，我们凡夫就只有这五受啊。那佛陀知道这实相啊，他知道这些东西当体即空啊，啊，所以受，佛陀远离了苦乐忧喜舍五个受，所以佛心清净了、啊，永远是极尽永安呐、啊。他的受得了极尽永安呐、啊，啊，安详自在。所以这个受才是佛性的真实的受用啊，对不对？因为他不会去领那六尘呐、啊，他只是知道了了分明这些六尘的境界，但他不会领那，所以他要从这个角度来做说明。前面是讲受，那第二个讲受是因为你这个色法、色身、相位、触法，你没有心，哪里有这些东西啊？对不对？啊，那你有心，你去做这个，那你有心，凡夫心去领纳，才会有苦乐受啊。那佛不去领纳这个境界，所以他才有极尽永恩的涅槃，极尽的第一义啊，第一义的解脱自在的受啊，啊，所以受才是佛性的真正的作用啊。所以第二个，哎，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了。他说受才是佛性、啊、为什么呢？受因缘故获得如来真实之受啊，所以这如来之受他不会去领纳，但他了了分明啊，他觉知这一切 万法，所以他有觉法之乐啊，他能够感受到无上菩提觉法乐，但是他不会去领纳这六尘境界、啊、所以他有无上涅槃的极灭乐、啊、极尽永安，所以得到这如来的真实之乐啊。所以如来受所谓毕竟受第一乐啊，第一受啊，就是涅槃极尽，常乐我净。第一受就是涅槃极尽的常乐我净啊啊，因为他对六尘是如如不动不取相，但这六尘的境界了了分明、啊、所以能够无上菩提觉法乐啊，那不受啊，那念无上涅槃极灭乐，所以能够常受在第一的受啊。那众生受性虽无常，然其次第相续不断，故获得如来常受啊。那众生受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要修行修正，我们会去受苦乐忧喜舍的受啊，要了解实相，了解它的空境，要你放下万年，还有你的自心本质清净，本质解脱，本来有本质的受的常乐我净的受啊。所以众生次第相续啊，我们凡夫去受领那六尘甚至将会处，要了解六尘的真相啊，它是空性缘起的假象，不是真的。所以你能够放下万缘呐、啊，然后呢，断了见之后，得到二圣人的啊偏正涅槃，极尽三昧解脱的乐啊，那得到这样啊。那这那个二圣人呢，涅槃的极尽三昧乐啊。这个涅槃极尽三昧的有体无用啊，这涅槃跟有体无用就不行了，还要从空出假了，在这个六尘境界中，同样可以达到涅槃极尽的安乐啊，就入了菩萨的乐啊。菩萨的乐叫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他在法界里面游戏，所以乐有很多种啊。我们凡夫最初始的就享受这五欲六尘的乐啊，在同样在三界里面高一点的就是禅定乐、啊，是禅是空的禅定乐。再深一点，这出世法的二圣人所证的涅槃极灭乐，那这里再提升这个菩萨的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啊，啊，游戏神通自在三昧是修中观的菩萨可以做得到，他可以入地狱去啊，在地狱里面度众生呢、啊。那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也很不可思议啊。那再提升，就是如来的三德涅槃，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常乐我净，那就是我们极乐世界就是这样。那这里心里才有。你自信中才有的，所以这样相续不断，故获得如来的长寿啊，所以才获得如来的常乐我净的三德涅槃的常乐我净，所以这个寿才是啊，才是自信啊。但是你迷了自信的时候，啊，你就是被这个六尘变成牵连，造业得到三恶道。那你不断的提升，虽然没有出离三界，但你得到禅定乐。那你不断的提升，断了见识后，你得到了涅槃极灭乐啊。偏正涅槃，然后再不断提升，变成游戏神通三昧乐，最后得到如来第一个受，啊，常乐我净，啊，法身般若解脱的第一，这里所讲的第一义的受啊，这才是真正的。
所以获得如来的常住。所以这个受才是佛性啊，那个领那的受，无上菩提觉华乐，无上涅槃的极灭乐，这是如来的常受啦。所以哎，这个见地的人要举个例子，譬如有人信乔思家，人虽无常而性之常啊，啊，对不对？譬如说，这个有人信乔思家，你看这个世界都一样，这是种性啊，尤其我们中国人啊，信这个是简家，这是什么家？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性，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啊，中古代皇帝那个很残忍的皇帝，抄九族，对不对？啊，灭九族啊，就把你的性质都灭掉了，那这很严重的事情啊，对。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常常会改性啊？我们中国人很多两同哪一种性跟哪一种性是不能通婚的啊？比如说我们简的啊，不能跟廖的啊，在原始上不能跟廖啊，丁廖干是同一家同一个人，他不能结婚的。但现在已经不管那么多了，现在姓简的同样结婚的也有，姓张的同样结婚，已经不在乎这些的了。在古代是很严格这样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呢，有时候啊，皇帝抄九族啊，抄我们哪其中呢？啊，姓简的抄九族啊，那这个姓简怎么办？赶快改姓，姓廖啊，姓张啊，他不姓简了啊。那其实张廖他们是同一本的家族，那叫抄九族，你知道吗？这个是抄九族，在帮你的这个族姓把你灭掉，把你这个姓给你灭掉，这个意思的。那印度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姓乔思家，人虽然也老了，然后儿子长大，他也姓乔思家，孙子也姓乔思家，一代一代都姓乔思家，所以人虽无常而性之常啊。说今千万世无有改易啊，都永远都在，所以我们传宗接代啊。那以前啊，这个有一个居士，我们很那个我们交情还不错啊。那时候我们一起去见那个净空老法师的啊，一起那个带他就去见净空老法师，他住高雄啊。然后这是名字啊，他叫名字叫传宗啊，他姓啊，他姓我不好意思讲，我讲传宗就好，传宗就是我们传宗接代传宗。哇，那个传宗，那这个结婚了没有要传宗，对不对？传宗接代嘛，那咱结婚了没有啊？啊，净空老师说没有了，他传进祖宗了。那传宗要传进祖宗，对不对？啊，传进说，我希望你们传宗，要传禅宗，对不对？你们要传禅宗啊，记得啊，传宗啊，心地法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道啊。所以啊，而人虽无常，而性是常。今千万世又改易啊，众生佛性亦复如是。以是故说受为佛性。啊，所以有的人觉得色法这六尘是佛性，有人认为这个受才是真正的佛性。其实受受想行识全体都是佛性，会四颗俱增，圆彰七大俱现。所以就像有个人抓到象的鼻子，说象是像个长长的东西，像个杵；抓到象的脚，说像个木桶；像个肚子，像个瓮；背像个床，这一样的道理，全体都是。所以佛性就在作用，没有一个不是啊。五蕴六识十八界都是他的现象啊，只是你不要去住啊，你住了就不是了，所以一住就不对了。但是住与不住都要理，你不住也不对啊，不住也不对，住也不对，两个都不对。所以不住是为了破住，破了以后不住不能创，不能存了、所以直下会取接念心的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住与不住皆理，常与无常皆理，一切相待两端皆理啊，理也理啊，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那就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好，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以是故说受为佛性啊，我这样说明大家听得懂吗？啊，都能够理解啊。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